佛的命，请教一两只坦荡去湖，验就不来水味儿吧了。哎呦，一口验就不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咱这回三个人一杯，一个在前面吊，两个在后面好。前面这个人必须用水把这个气球吊起来，就算挑战成功了。好，好了吧？好了，咱今天不用分杯了，疯狂三人喝一杯，三个喝一杯，中吗？行行，今天三个人，来，开始，来。哎呦！啥嘴呀？老婆呢？老婆呢？快了没有？啊！没有。哎呀，严哥，时间不用管了，来呀，放！我看你能吊着了不？哎呦，有蝙蝠在我都不害怕。哎呦，放，放着呢，放，还差放着呢，还差一点点，放着呢，还差一点。